一边充着电，一边弄，然后手机也没电。 不粘。他一会儿你看没电了，在那儿。别管了，没人电。Thank you.
100米处有客诉和违法拍照，限速70，请注意不要压线，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5.3公里。150米处有客诉和违法拍照，限速70。导航导的，你是最短路径，不就导到这儿了？你处有客诉和公交专用道拍照，限速70。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3.3公里。请保持直行，不要走左侧两车道。
没有印章，是老大了。前方路口处有违法民号拍照。哇。